我看了看了，今晚画了一个，我到底画的是一个刘亦菲啊，还是吓死你！哦，怎么左看右看，我都觉得怎么变成刘亦菲了？啊，变成刘亦菲了，有没搞错？没搞错，哎呦，真的，越看就越像刘亦菲。哎呀，真的！我坦白说了啊，我夏思宁也是长得有点像刘亦菲了啊，所以我们就媒体就管他称他为什么天津版的刘亦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旁边有两，其实有两个人呢、啊，这个一个男人头发，这个男人戴的帽子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个麦啊，还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好像是个吹风筒啊。对啊，像刘亦菲啊，对，我这简直就是刘亦菲啊！哎，没办法，实锤了，你知道吗？实锤了，经过我这一划，我给实锤了。夏思宁，我真的长得像刘亦菲，画着画着，OK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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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OK 啊，今晚就这样了啊。新买的 OK，2T 啊，2B pencil，OK，2B 铅笔，OK，好了，今晚就分享到这了。OK，谢谢收看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